这快点上去了。上正南给别的客户送东西去了。这不是，这是其中一名，他们微信联系，他跟着他上去。这不是另外一个人，听着微信去别的客户送东西呢。开始动手了，找他的东西。没有那个生活费了嘛，然后想着倒些点东西，拿了一部苹果笔记本，拿了三部苹果七手机，是一部都卖4000到5000不等的。林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